First things first, I'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I'm fired up and tired of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mm-hmm. You gotta hold on.解不时长，三十六分五十四秒。解惑原因是还是你爱吃。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法医在家做饭的样子。于先生，一、二、三号均无生命体征，取其血液以待检验。一号与死亡原因。 三号与死亡时间超过了十二小时，被灌农药，不闻的尸臭。二号与死亡时间在一个小时之内，新鲜等级为最高。既然这么新鲜，那就用它保一顿汤给你喝吧。一天就不知道吃，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谁说我心里没有你的？你看。嗯。我想说，其实你很好。 接下来给你表演一个五秒听魔方。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 这是我送的男性。终结术吧，这次非常顺利。谁说法医不懂浪漫？哎，我给你拍几张照片吧，以我专业拍摄技术，一定会把你拍得很好看的哦。 我不让你拍，你看你平时拍的东西不是躺着的，就是奇奇怪怪的东西。哎呦我的妈！抖音。This is a remix for launch in 3, 2, 1. 本次解剖顺利完成，解剖原因是因为你爱吃呀。亲爱的，爱上你。